你们爱我吗？我想一起打枪。出席阿中姐妹粉红派对，陈时中戴上粉色口罩，打着粉嫩色的领带，大胆撩起妹来。不过四瑶刚才讲说，好像我改成看无查某缘哈，我感觉怪怪，你知道吗？有啦，有查某缘啦。今天来这边这个活动，是为了要来抢攻这个妇女票的部分吗？这不算抢购，我们把妇女票组织起来。不止博妈票，陈时中上午还特地到北投向资深议员林瑞图请益，要拉拢他这位无党籍吸票机。你居然来，我第一次就有好感嘛。一回生，二回手，三回手牵手，四回口对口，五回口对口。很难口对口，很难口对口。现在疫情不可以。对手蒋万安七月底才来会刊，不到一个月，陈时中后脚就跟上，还带来早餐，让台北市议员林瑞图面子做很足。但相较于蒋万安和黄珊珊，这是陈时中第一次和林瑞图面对面，谁能获得他的青睐，引发关注。好家在，让林瑞图最不满的是有台北市第四组候选人之称的柯文哲。这个做行政的人，伊就不开发啦，伊就甲北投树林拢在那等。没啦，我没，我对这最有兴趣。他大爷爱起劲哦，咱讲就较怕啦，从前面手牵手，后面下毒手。谁是在哪一个下毒手下最重？我刚刚是柯文哲啦。不只顾好基本盘，陈时中马不停蹄，到处吸票，要拉开与对手的距离。接新闻陈彩怡、陈志宇、魏林燕采访报道。